也不酸，就不酸呀。谢谢大家点赞过了100万哦，很牛。咱们点赞今天直播间也突破100万了，谢谢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宝贝们，谢谢，包括今天咱们 PK， 谢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谢谢大家。你看我可专业，小心腰好点了吗？我现在的腰吧，就怎么说吧，就是没之前是，就是我只要是我不躺着都疼，就是一直扯得疼疼。现在是就是久坐久站就会胀痛，就变了，久坐久站就会胀痛，所以我就坐坐我站站，坐坐站站。然后胃现在的毛病就是，那个时候是连续痛几天，去看了一点嘛，然后现在拿了药吃了，胃现在就是。我跟你们说阵痛，可搞笑的，就是那个反应，跟他说了一句什么吗？我说你的胃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因为我想到猪肚鸡，我觉得长得很像猪肚鸡。知道吧？我说你这胃看起来蛮好吃。我那个胃镜的照片做出来，他说你这个胃像炒猪肚。对啊，就是看起来像猪肚，我觉得感觉还蛮好吃的。真的猪肚鸡很好吃，就那天可能有点饿了吧，我就觉得有点像猪肚鸡。你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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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啾咪君，赶快回过去吧。哦，对，刚刚我们想连的那个。啊，现在换成人家不接了耶。你看，有啊，我偏要给他连过去。刚啾咪君连我们，我们拒绝了他，以后他不。没有拒绝，就刚才在讲故事，就没有接他的。现在连他被拒绝了。你给我拒绝了干嘛？没有，我在唱歌，宝贝，我在唱歌。你刚刚连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讲故事，然后后面我准备给你连过来，你又在跟别人 PK。对啊，我在唱歌，宝贝，我在唱歌。你唱歌是怎么唱的？就插上耳机唱的吗？插用声卡唱。你现在唱一段。你那声卡多少钱呀、啊？1000多。啊，找老婆的小家子气。我你其实买个，你放着买个声卡，我给你放一个。你放着唱一小句，就一两句，我听听。你这个声卡是会变让声音变得好听吗？还是说只有混响？就是我如果用声卡，我的声音也变得很好听。你没有必要。我有必要啊，他们说我声算了。我唱一段给你听吧。好好好，我开个混响，我唱一段给你听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想感受一下，因为我经常想唱歌就。天真以为，等等，我忘记掉了。天真 ，OK。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，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。但是声卡可以听出是声音，不会啊？能听出是声卡吗？倒也听不出来，因为我经常直播。你讲话的声音听得出是声卡？因为我直播经常想唱歌嘛，然后。我又插上耳机唱歌，然后或者说我直接在直播间唱，我就没有混响，唱着很不习惯。我可以调试一首我比较会的歌给你听一下。像这首歌的话，我不是很会唱，就是会的歌调试起来还是很好听的。他这个能把自己声音变得好听吗？就还是说需要一点专业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不，他会有一点，就比如说有些模式，它可以让你的声音稍微的有一点，就是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有一种比较磁性啊，对对对，那气泡音不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声音有点，比如说我现在把话筒拿近，这其实是我的声卡里面的声音。哎，真的是有变化哎。但是说我需要这个不是，但是这个声卡人的意思就是还是要有底。我以后要做声音。你没有底子，你为什么没底子、啊、你照样不行，你给你一个10000的声卡，厚的很，拿一个10000的声卡，你也是那个样子。我准备买一个，你下来把链接发我吧。可以可以，我这个会比较好用，不用插电脑。但是你这个有点小贵哦。1000，没有你我买过那种200-300的声卡，就跟破烂一样，我直接把它买来，我第二天我一个星期我把它丢掉了。哦，那你这个很还不错哦。
我这个是算那种就是很基础的了，我这已经算很便宜的声卡。嗯，你买，你买不？你应该想买吧？我不想买啊，买来整我自己用。那我买来我自己用。好啊，那我买来就不给你用啊。大可不必，不就是一个声卡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大主播都用几万的，我们是小主播，我们是小主播。对啊，我们是小主播。对啊，他们在那大主播都用几万的，没那个实力哈。反正我也调试一个我会唱的歌给你听一下，刚刚那首歌我有点不会唱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它其实唱起来很好听，先来听吗？我就给你唱一小段好不好？好。嗯，你们想听什么？有什么想？我想听那个《千年等一回》，你会吗？新白娘子传奇的那个。能不能来点正常的？我不会的，我不会。我想听那个《香水有毒》。对不起，我老婆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，能不能来点那种就是我们九零后听的？对啊，我们九零后听的就香水有毒。那就十个人有十个人都会唱的《残酷月光》吧。不然就是那个2002年的第一。我跟你唱一首，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首歌叫做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。哦，你说你跟你对象相遇的歌吗？没有，我第一次连到不是只有那个姐夫吗？然后我就说我输了，谁输了？我以为你跟你对象的情景歌。我整个人唱那首歌，我整个人就想钻到那个马桶里面去。好了，我给你唱。怎么唱？我很紧张啊！我突然不这样子搞了一下，我很紧张，我听下调。然后把我抱，OK OK， 好的，来吧。哎，马上过来。让我爱你，然后把我抛弃，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。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，让我昏迷。就能不忘记。行，可以 ，OK 了 ，OK 了。你知道我这边弹幕是什么吗？我弹幕是买下来。没有，就是你反正不跑掉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这个还好了，这个声卡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，不跑掉是最重要的。因为我经常想唱他们，我连直播的时候没打 PK 的时候，他们经常想让我唱歌嘛。但我唱歌就光是这样唱没有混响，我其实就想要点混响，就感觉会好一点。可以买这个，我这个虽然说是它基础，但它很好用，就是它还可以带到外面去，也很好用。好吧，你给我出一半这个声卡钱。干嘛？你们俩干嘛？去举报对面秀恩爱，买个声卡秀恩爱，去举报对面。可以吗？就这个声卡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今天当着直播间这么多人说的哦。可以啊。好，那你要送我回礼。你要回你了，我那天才回你了，回你一个干嘛？怎么那么多回你的呀？你要送我一套泡泡玛。就举报对面，举报对面。啊，就举报对面这两个扭扭捏 捏的人。对不起，忘记买个声卡。不好意思，我给你买一个行不行？求求你了，我给你买一个，你们别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们买一个吧。笑死了，好吧。那我们的地址你有吗？我真的很难过。那你先播，要不是远哥上的，你下来一定要记得把链接发给我，我要跟他吵架。好，我会发给我，你们可以去那个店铺看看有没有就是比这个更高配置的，或者有没有出新，我就给你们就是推荐。这个价格已经很那个了，很 OK 了，不要更高配置的了。就是它声卡只是一个价格，它话筒还有一个价格，就是你可以买更好的话筒，我这个也是很垃圾的话。你总共这一套下来花了多少钱？1800。就是将近都快一个月临时工的
费用。都将近一个月阿姨的费用。半个月阿姨的费用。对啊，那就那半个月自己就自己那个一下嘛，自己辛苦一下，买个声卡就是。没有，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有的时候就觉得，就我自己想要什么东西，如果我对象能给我买，我就觉得买买买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没事，这个声卡应该是远哥给你买的吧？不是我自己买的。哎呀，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为什么？人单自己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扭扭捏捏了，不要这样子了，我买。来，我们要不要打一下？也可以，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条件，玩也可以玩一把。我们也没有条件，我们要都快下播了。可以啊，行，那来一把，玩什么？你要是你输的话，用声卡喊麦吧。你喊个麦。喊个麦。喊麦啊。对啊，我不想听这个好那我输了的，那我赢了的话，那我想让那就让姐夫唱他那个年代的歌《香水有毒》。好啊，可以，我暂时这样 PK 来。就是要用很油腻的那种唱法，对，就是。可是我本身就很清新的那种感觉。我本身就很清新啊，我唱不了那种油腻的感觉。哦，你清新吗？对啊，清新啊。啊？我就是少年感很强，我唱不来这样子。对不起，那个对面的所有人就是今天没吃药就带出来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在这里我给所有人抱歉，给对面还有我们这边的直播间的人，对不起。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见到姐夫就有种扑面而来的那种少年感，感觉震撼到了我，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我感觉都年轻了好几岁，对不对？对。怎么会这样啊！我的天哪，好神奇啊！我真的好震撼我的心灵，震撼我心灵，一种震撼我心灵的少年感，怎么回事？人间有路，行吧，那我们闭麦拉票。好，来，你拉票吧，不然你就要唱歌。谁答应的呀？是你答应的，你唱给他们听啊。没有，你们的惩罚是他喊麦，然后你唱《香水有毒》。真的看不出来奔三，我真的没有奔三了，你这看不出来奔三了。我才二十出头，小何才入金尖角。别说，我不想听啊！你说这话我也不太高兴。是他们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对啊，我就是跟他说，我还不想唱给你们听的，什么叫做你也不想听？不是，我是觉得吧，欢迎，我是觉得。欢迎新进的朋友们，我是觉得就怎么说吧，11点半了，大家都要睡觉，大家都希望好梦，谁也不希望噩梦。谢谢不希望噩梦所有宝贝送出的粉丝灯牌和所有宝贝的众筹，谢谢。嘿，闹鬼真的有点过分。你直接说听了耳朵受不了会闹鬼，真的是过分了。法治社会呢，不要有这种封建思想，世界上没有鬼。这越听越想笑，莫名其妙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？真的是我给你的爱心。不是讲真，这个什么东西装麦子？对啊，我妈送的麦子。香水真的有，哎呀，别说了。换种方式来，还有李佳华跳个舞吧。那个，你为啥今天老是给我设陷阱啊，赖阿星？我就是懒。你跳一个带古拉的那个舞。哎呀，不啊，不好，那个跳出来很尴尬的。你知可会，你一个人在家里不是老是跳。那是跳给你看的，想逗你开心。你跳给我们直播间人看也就算了，你跳给但对面的粉丝看到会觉得脑子有问题。欢迎珊姐，欢迎。谢谢大家的众筹，谢谢。谢谢大家。
逗我们开心，对啊，你也逗他们开心。谢谢日常小迷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干的灯牌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没亮灯牌亮灯牌，可以加一加的灯牌，谢谢后悔的关注，谢谢。跳吧。那不要不要。喂，你好。这个样子讲话。从你说嘛。从这里。从这里。嗓子不要动。嗓子不要动。在这里发气。在这里发气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。欢迎大家。你不会。欢迎大家。看看今晚的新闻联播。还有30秒，我们收收台，上上票。谢我日常小迷糊的小爱心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众筹。我每天都在逗大家开心，大家看不出来吗？我们这最后一场 PK 哈，最后一场 PK。啊，上上票，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宝贝。说你就唱歌呀，看来大家这把不怎么想给你上票。刚才下了。大家这把不行。谢谢宝贝雨儿。谢谢我雨儿的烟花。差的不多，会可惜，差的蛮多的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大家不怎么想让你赢了这一把，没有关系。谢谢，谢谢 Love， 谢谢雨儿，还有小迷糊，不谢你真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不是都不想让你赢，宝宝。谢谢野鹿林的追忆花火，谢谢。好吧，那我要准备唱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啊，我很期待哦。你放个原唱，我看一下。就我可以教你身上加入香水味，就这种油腻的，有一种少年感的油腻嘛，是不是少年感、啊？有少年感的人唱油腻的歌也是很有少年感的，是不是？救命啊，我这边的人都很害怕，怎么办？害怕吓死他。薪水放大一点，等一下。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使我鼻子犯了罪，不敢嗅到他的美，擦干一切陪你醉。OK， 没了，直到此为止。你是我今天测的最多的。我觉得还不如听我的《向天再借500年》。我好怕呀！我好害怕！我在唱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感觉有种迎面而来的那种少年感，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有少年感。真的很有少年感。有进步了，你看我的飘屏都在说有进步。真的很好听哎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妙的旋律。大家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吃点那个有助睡眠的东西，然后就下次就不是就早上闹钟就把它定成这首歌。笑死真的很好听，真的真的很好听，下次不要再唱了。你记得下播了把链接发给我哦。好，我一定发，我下播我就是立马发给你，我就是直接不呼吸，我直接先给你发链接。OK OK， 很好听很好听，下次别唱了，下辈子也别唱了。好，那我们走了，辛苦了辛苦了，好，真的是辛苦，辛苦少年了，辛苦少年了，拜拜拜拜。九尾要去疗伤一下了，九尾要去疗伤一下了。